在这一边呢，我们要做这一题目的时候呢，我自己再加多四个 unknown。OK，这四个 unknown 呢，我就给它 W、X、Y、Z 吧。所以我 W 对面也会是 W，X 对面也会是等于 X，然后 Y 对面也是 Y，Z 对面也是 Z。OK，这个是因为它是那个什么 opposite angle。OK，所以它会是一样的。我们知道我的 W 加 X 加 Y 加 Z 呢，会是等于360度，OK，因为它是四边形。然后我的 W 加 A 加 B 呢，会是等于那个180度。同样的，我的那个 X 加 C 加 D 也是180度。然后我的 Y 加 E 加 F 也是180度。然后我的 z 加 h 加 g 等于180度，所以我的 w 加 x 加 y 加 z，OK，这一些全部加上来，然后再加 a 加 b 加 c 加 d 加 e 加 f 加 g，OK，会是再加 h 会是四个180度，OK，一二三四，四个180度。这个是 equation 1, 2, 3, 4，然后 y，然后我的1加2加3加4会变成这个东西。然后我们知道我的这个 w 加 x 加 y 加 z 会是等于360度，so 这个是我的6，这个是我 equation 6。OK，我 sub 我的 equation 5 into 我的 equation 6的时候。我就有360度加 a 加 b 加 c 加 d 加 e 加 f 加 g 加 h 会是等于720度，所以我的 a 加 b 加 c 加 d 加 e 加 f 加 g 加 h 会是等于720度减掉360度。也等于360度，所以它答案是360度。